第一天进来有看到他有流脓饼，然后有帮他做了一个。进来有帮他做，为什么没有给他扫晶片？我请问你，我问你，因为他状况不好，我第一件事一定先打一针啊。他丁丁第一时间也扫了。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个，你们说狗会咬人，没办法。你都有办法给他打针了，你刚才都抱歉，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给他扫晶片？判断，我有 kit 验。他，他有全问吗？他验出来是阳性的。好，我再讲一遍。你为什么你不给他扫晶片？我们在现场有扫，没有扫到。回来没有？他你在哪边的现场有扫扫到？辅助现场吗？林科长，你跟我来说，说话根本没有去扫晶片的，哪一天没有扫描器，你还跑来说谎？你作为科长，你跟我来说话。你们家那个少几个人？想到那个单位的老来看，讲想到我们家安乐死的习俗，上一次要扫金片的习俗，你不是这个样子啊？不管是为什么还要再两次扫金片呢？那你事情都不用扫，那都收一次扫，是不是都是安乐死的收一次扫就好了嘛？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抱着这个样子心态？公告是谁在写的？行政人员。行政人是谁？是阅兵人员吗？没有，就是由那个捕犬大哥写，然后我们会再去巡访。你们。你们3月19号抓嘛，下午抓的嘛。对。那进去是不是他们就是已经下班了嘛？3月19号嘛，然后20号一天而已嘛。一天而已，哎，20号一天，21号晚上早上10点8点就马上要安乐死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差不多10点左右。对吧？等于说，这次我抓进去，在你们收容其实只一天，对不对？让你们出去，你们没有拿扫描器嘛？我们不都有带，那一天有没有带？那天没有带，因为那天我不跟你讲过了。那天知道啊，那一天有没有带扫描器？那天没有带扫描器。对啊，那那时候比较忙。什么？我只是让他希望他舒服一点、啊。什么叫舒服？